贴边胶带那个的话，折一个折纸，2.5公分啊，把它折起来。好，折完之后把剪刀拿出来了。好吗？折纸折好了没？一共有两种，有画线的，画线画的。好，不要拿错片哦，这前片。这是前片，不是这边。好了吗？还没。对，先折起来，2.5公分，2.5。好了吗？你如果看不到，就来前面看我这怎么折的。对，然后你先过来看好了，看懂，知道我怎么折的。戳进去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，确定没问题，就大概10公分，然后往这边这样子，这样子固定起来。这样有看懂啊？所以你要先把这个折起来，然后用竹针固定，没问题有没有？竹上面比较宽，下面比较窄，然后再把它这样，这就是折纸。先把这一条做出来。然后这是对刚才贴的第一条那个，好高哦！有贴出有贴一条那个贴边胶带，就对那一条。难怪地高了。那走起来是5公分。没有，就是加起来2.5。我加起来2.5。对，加起来2.5。这是谁的？你的字。好，赶快走。你就用上面的就好了。我挂在上面。
你有没有画线？为什么没画线？有啊，有画线。好，那你要对这个线啊。哎，可是为什么？我们找过。这样。你的那个拿来看一下。是拿前片。之后的那个。对啊，那是后的。你要拿前片。没有穿到。好，要前面跟后面自己要分清楚。然后我怎么那么高腰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高腰就算了，提倡高腰。老师会原谅的。这个高腰就是让头走下来。应该是的。你就让小玉穿。对。他就是小玉，就是要穿。老师，去化解。老师就穿了两根针进去，然后有一根。我们这个有点短，不要在意。这一根我是会穿的。都是一排。我刚刚穿鞋的话，是意外它太短了。成功了，让老师努力。老师，就继续做下去吧。而且变成长平的。好，拿剪刀出来。好的话，第一个针是要拿剪刀出来。好像我们没带剪刀，那我们又没剪刀了。那用那个嘴巴这样。不是小玉，你用撕的。好，然后拿剪刀这样剪，这样开始剪，大概两公分嘞。大概两公分。对。这么随意吗？对。两公分嘞哦，差不多两公分。每两公分剪一刀。对对。他没有剪刀哦，没有。好，不要剪太深哈。我们又没有剪，我们用不带剪刀哦。我只有剪头发的剪刀，不能拿。不可能啊。以后没带剪刀，就用嘴巴呀。没关系，我不止用它。然后我剪刀太多了，不要指望。新妈的加油贴，我觉得你有带，反正就补几个橡胶带就可以了。两公分剪一刀。对。那每两公分剪一刀，剪一直剪到最后嘛。对对。剪到最后。有吗？那我们。几公分剪？两公分啊。两公分剪两公分的概念，可是中间那段是怎么回事呢？反正有剪刀就好了。都要剪就好了。我剪两根刀，我剪下去回不来了。啊，你折是第一个就折好，之后就开始帮我剪两公分，有吗？剪一段，两公分剪一段，一直剪到这边来啊。剪到哪里？剪到这边了。剪到最后。剪多长啊？两公分的。啊，这深度。大概也是两公分以内。两公分，两公分。对对对。去年没打开过。有。他好蛮厉。很厉啊，我对剪刀那个年代，所以你超级目测哎，是啊，超级目测。你后面再隔一点，隔一点点吧，你不用在意啊。反正老师也没说他都是每个都成功。如果那一组没有配布的话，就赶快跟有配布的组接先接布。不要一直搓了。的因为老晕。我讲一下好，10月31号我就要打期中成绩。10月31号。对，因为11月7号是那个温书假的。我都剪下去，不要温书假。对啊，又有温书假。所以自己要把握时间。等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？你上法考试吗？没有考试，就是检查平常做的。就我们现在做的是这样。OK。就按小组计分数，对啊。他应该是做作业了，对吧？而且还是有，然后这一条线，他的线比我们粗啊。好。好了吗？我。好，然后第一个折纸有没有？过来。第一个折过来六公分，好折第二个折纸，对。第一个折纸过来六公分啊，你就顺着这一条线啊，这是第一条线啊，过来六公分折第二个折纸啊，也是2.5号，把它折起来。老师，
折六公分是不是？它出折是。要习过来看，过来看。还是你需要？不要不看，就这才开始。习过来看我六公分。从这里量还是这里？这里。这里。这里量一公分有没有？过来六公分。老师，你有夹子吗？没有。钳子呢？没有。镊子呢？没有。第二个折子，他可以再听念。我才刚来，我在想，现在突然想到了。怎么就折了？这一节是六公分，还是这一节是六公分？这一节是六公分。我刚摸他腿，我刚就把他摸他腿。好，折第二个折。我还以为是，然后后面哪边来针那么长，直接贯穿这里。因为你会折第一个，你就会折第二个。把它贯穿。肩部观察太快，有点不适应。你撞到了，刚刚就扎了个樱花了。你刚刚换三条，你要交上耶，好歹讲一下什么花要画什么。好了吗？有够那个。来，先把第二个折子折起来。那个折纸扎很好哦，我觉得折的方向跟你不一样 ，OK 吗？要一样。要一样。多长的？对。方向要跟我一样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对啊，太有了，很烦呢。他明说我没有点感动，但他这么一讲，我突然感动也没有。忘记我可以吗？不要你叫，不要你说。折第二个折子。是个什么呀？他那个是。不是那个折六公分折纸会跟这个剪的这个会放在一起。哪个剪的？对，你要我们剪的。不会啊，你要我们要分的。那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。对。因为老师知道大概剪的。大概，你好意思大概，你是大概，你好意思大概。不咬我吗？不咬你就可以大概。放完了。放着不管，然后到时候你再试。好，那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第二个针是折好了哈。好的话，帮我在中心线画一条虚线啊！有看到这个人，这条人还在中心线。做记号，画一个虚线，然后顺着它的画线。不要做记号嘞。画到这下。对，画到这下面。现在要拉下一点。老师，这个会不会太高了？这个。我按照他们上次画的线。就是穿裙子穿到来这里。没有，那是后面才要修的。所以先按照我的方法做。按照你的方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那个是剪完再固定。这个你说剪完这个？不是啊，那个所以这个啊，你先在这个。腰围二十六。我先这个。那个。这个。对啊。这个是先折纸啊。先，所以总共要折两次、啊。对对，折两次。然后第二个折子跟第一个差六公分。啊、哦，好。对。然后折完两个折子来开始画这一条线啊。好。好，你会发现
现在都在对之前贴的那个贴边的胶带了嘛，所以那个很重要。那个只要贴歪，你画线就会歪掉。第一个的话是距离多，没有，第一个我有贴贴边胶带，所以我是对我的贴边胶带。看，别再玩了。小薇姐吗？好，如果你这一组两个折子都折完之后，帮我做另外一边，然后这个线也画好之后，你帮我做这一边还没做的这一边，方法一模一样啊，你就给没有做过的人让他做，让他练习一下，有做过的人就可以在旁边教一下。要练习。你按照这个穿法，他的穿法就是。好，你如果不懂，可以过来前面看我的范例哈，看仔细一点。压力太大。好了，哪个炸太多了？好的话要做另外一边，对，方法一模一样。另外一边是哪一边？这一边。哦，它的另外一边是用，也是用成片吗？对，成片。好，你就给没有做过的人做，大家练习。然后做过的人可以在旁边指导他，对，顺便就教学一下。第二个前片是从后面开始绕还是？没有，直接从前面跟这个做法。对，我把这边的做法复制到这一边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因为它两边都一样。你是虚先生现在画上去吗？你说哪一个？你布上面的虚线。对，现在画上去。对，你两个折子折好之后开始画线。画完之后你就做这一边了，这边做法跟这边一模一样。前面呢？都是定前面吗？对啊。不是哦，那你帮他过来。看哪里我不懂。为什么要画线？因为我要知道位置在哪里，中心点在哪里。如果没有这条线的话，等一下接不起。继续吧，拿下来。
看不到的话可以来前面看。给你穿的。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好。对。今天的皮肤白穿粉红色是吧？你就适合穿粉色。这世界都是少女心中的泪。有问题。那阳光分解一个是从哪个两个那边开始量？第二条准备要第一条折纸折完就可以开始切。折纸后面。对对，折纸后面，折纸后面。后面。画画都在。是哪一张？你之前我上面写个前片，但是你把它画成后片了，还是这样的？完全都记得。我记得是有这边。但是不记得前片。你说，肯定不是这一片。为什么？针灸我。要做正确啊，好要做正确啊。这样要吗？这个。对对对。要选几个？第一条折纸，后面开始剪，两公分两公分。两公分剪一刀。对对对。然后再纵折起来。啊？有两个前面都可以把整个人围起来。可是我觉得两公分剪一点好，然后这边往上。2.5。所以这边是折纸，第二条两公分要剪。没有，折纸折完才开始剪。哦，所以这条线开始剪。对。然后后面开始两公分。对。你就是说这一点，关键是要剪开后面。这里啊，后面都是几十。很急，这样子你呢？确定吗？接下去后悔不了，我刚刚剪掉一截了，不能再后悔了。你看我就这样剪。可是老师说又不是两公分。我两公分。错对吗？我剪掉。这是还是非常小的。有剪刀。我只是试试看怎么折而已。是确定吗？我这两公分好密哦，这个可以剪。那剪三公分呢？你如果两公分很怕，你就剪三公分。我只是要转折画个画线比较明白。这个是要做正确啊，不要急，一定要正确啊，因为这等于是帮你们在打那个打底嘛，底一定要很稳。就是横的高低不一样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只是画这而已，直接中对对对。先要对好另外一边那个线。
两边要对称哦。不会啊，这都是这样的，两边要对称。你坐另外一边的时候，两边要对称哦。你如果不对称的话，就很丑。那另一片要重叠，对对，重叠。要重叠多少？没有，就是这一条，另外一面是也有这一条，是跟它重叠。刚刚好像看出来都是这一条线，就是对另外一片那一条线，两条线会重叠在一起。好，确认你来是这边。然后你折子要对称哈，跟另外一边折子要对称。这个是重点啊。他刚刚是说2.5公分，你要先画，不是要先画那一条线？那条线。那他是说这边的那条线是我一直都没有做另外一边，对，另外一边让你们发挥啊，我做一半对吧？老师去解释了，因为我在做另外一边，我就没办法这样看着你们了，所以我用另外一边来看。老师，对啊，就好，其他就先摆。要剪，先什么？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你这两到三公分剪，这样剪过来。然后就不要超过两公分。对对对对。对对折一半后还有两公分，折一半后，其实它还是2公分。我没有折两公分。2.5公分。是折2.5公分。反正1.25加1.2等于多少？2.5。也是考验数学的。如果没办法摸测，你就用尺量，把它量出。1.25，1.4，1.5，1.4。
对啊，没有这一块而已，这一块。到这里。没有，加是两个加起来，等于说这一个是一点二，这个是一点二。对啊，所以只要上面的都画二点五，这样就是细的。2.5，对，这样2.5，两片价钱好，对，我也是，我都做错了，对，然后再画线把它拉过来，要对称的吗？两边要对称，另外一边呢？另外一边就是第一个车子隔六公分，走第二个。这边蓝色的，我怎么会想要蓝色？这边就是复制贴上。复制贴上，对。所以这边要从哪里开始？从这是对这一条线。你要给我白色的。那是不是就是这一半的？是是这条线，重叠。两点。然后做对称。不是给你穿的，他的卡身是先卡身。好，以准确为主哈。好，做到正确。
看你有没有对称哈，两边有没有对称。啊，这都九了，那我要干嘛？折第二个折子啊。折啦。折完然后就过完，然后顺着这一条画一条。画了。好，那就 OK。两边都一样。对对对，两边都一样。白痴，我都是。那你推过来一个，我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。他屁股太大，没有了，顺着，顺着吧那个。你都拿哪边？先看前面就好。没有那个没关系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坐前面的，然后他帮我画线，这样子。
来先过，可以先过来我这边，看我接下来那个要怎么做啊？接下来这是进有点进阶了。进阶。来了来了，这样看吧。你刚刚有画这一条线有没有？对，好，这条线就是你等要抓，你看你要多大的弧度啊？多大的什么？弧度，侧边哈、啊，你就顺着这个点有没有？然后看你这个圈子旁边这个弧度要多大，有没有？你就自己抓一抓呀，像我会这样抓。假设我旁边我要这么大，你看我在抓那个弧度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裙子这个角度，有吗？好，你就再自己看一下你要多大。假设我要这么大，我先量一下你木了。你看我这弧度大概十公分，有没有？就从这点这样抓，自己抓看要多大。假设我是十公分，好，十公分，我这样确定没问题之后，我做个记号。做完记号没问题之后，我就是顺着这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再往外两公分画一条线，等于说这是我的那个线，有没有？嗯。好，相比起来，你帮我。画两公分的线是对齐哪条？这一条线。所以我们等下会画出斜线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反过来就变成这样子。嗯。然后留两公分画一条线，画到底。就讨厌画直线。这样知道我的意思。嗯。所以就看你这个要多大。两边都一样吗？对，两边都一样。没关系。先画就是。超大的那种，玻璃塔一样。好，没问题就去做。好，先把那线画出来。那可能这块不够大。看看你要怎么样去做。直接这么拉吧，再给它留两个。没问题，就看你自家拉多大。我是拉五公分。不要被针刺到，这个要小心。就跟老师一样，就拉起来。然后留两公分哈。老师，对，一定要做有那个。没有，老师没有用点。我说后面。对啊，一定要做啊。我们这是 A 字型。好吧。好，折出来没问题，就留两公分哈。后面做记号。好，就在后面做两公分的记号哈，看看我在做记号。两边要对称哦，所以另外一边你留几公分，另外一边就要跟着留几公分嘛。要记住我刚刚这个方法哦，你以后做的话就知道怎么做了，不要忘记。
好，给你们时间，对，好。这个拍一下。你要拍什么？我拍你们在。拍一下后面的。认真的模样吗？对啊，认真的模样，就当作在点名用。留下记录。然后再竖的，别的曲线，我想曲线还是？曲线的，曲线。画曲线的。你要正面看啊，比较准，你不要侧面看，侧面看不准，要正面的，然后用尺量。正面看哦，不是侧面看。然后再往，确定没问题，再留两公分啊。后面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子比较安全。这样会变一公分，你是从这边开始量吧。5公分的地方靠这边量吧，算了。你可以用珠针固定，我用珠针固定。点到那个点吧。我跟你把它翻过来，对，翻过来的，两公分，这个线的，两公分，对，这个线的吧，对，好，可以，因为要跟这边一样，会做的吗？对，是从那边，后面也要，另外这边也要，哦，是新的步骤，对，哦，我们要来新的，来，可以做宽画方线。两边要一样哦，要确定。两边要一样哦，好。两边是一样分哦。你们要从正面看哦，你不要从侧面看。从正面看，你看两边有没有一样？先扎上。形做出来，画三个点，就是这样折之后再往这两公分画一条线，都有那个，这里没有。先折出来。
搭固定车，就住站边，住站边。他就不会跑掉。上面也可以给你。小孩也很好啊。现在做这个就叫做立裁，用立裁把那个板筋打出来。累了就坐了，太低就把人抬抬高一点。那个是我们自己那个。老师讲话歪吗？蛮对准那两公分那个，对准那个两公分，直接拉开。对啊，好不容易弄上去了，拆下来就太可怜了。
不冷啊。这里不要钱。够电哈。是这样子。很简单哈，贴上去。有点那种乖，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。后面那一条。对啊，就是四个字。很简单啦。我好像也要买一个包啊，对啊，固定一下啊。你们谁要用这个？跟老师手套同款哟。都是手。这样子怎么该上去怎么买？我盖了。我没有叫你要盖起。对，这样没有错。这样子，他现在很拜的拍照。好了吗？两片都要固定吗？对啊。你最好先坐一边了，你还在坐第二。好了，别好了没？后片。就别两针就好了，看到一针、第二针，很简单。好。不小心点，别把那个。好，第一个车子号公主线，对，这是公主线啊，这叫公主线。是我们没有的公主线。线怎么贴？嗯，自己贴的。第一个车子折3.5公分，比前面还大，3.5公分啊！向后折啊，向后折。向后折，对。我看啊，要比前片那个折子还大啊，3.5公分。其实我觉得好怕，好。把它固定起来，第一个折子。就会感受到我那个感觉。会有扭，真的会有扭，扭来扭去死。我不要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想先看到。好、哦、长大概也是12公分，长12公分啊，12公分长12公分，就是五下，对，公主线啊，就那个折的底下那条线，公主线是哪一条？这一条，对对对，在公主线上起跳，立起来一条，12公分，我自己这样再量一下。然后这个12公分的点是有什么意义吗？等会要。那个就没有，它是一个长度，这样比较好看。老师是向下12公分吧？对，向下12公分。就是这根针扎在12公分的位置。那我们拿起。好，然后这个折是3.5哈，它比较大了。这后面宽是3.5，宽是3.5，对，比前面宽了。好，然后你第一个折子折完就 OK 了，今天就做到这边就好了，下礼拜再继续。我们3.5还是最上面？3.5哈，最上面那个。然后12公分啊，3.512公分。对公主线哦，哈，对公主线。来，我让我量一下你，我看一下。上面的就不要拆掉，80。不要拆了，先不要拆。对对对。就是这两片加起来是3.5。对对。好，你如果第一个折子折完的话，就 OK 了，好，下礼拜再继续。对啊，所以你那时候太大了。